上百人在海滩上拉网，网友这是要一网打尽吗？印度某地的海边，一群人正在拔河，不过他们的竞争对手却是大海里的渔网，每隔一会儿就有人加入其中，这得是多大的网呢？不远处的海滩上还停着许多小船，驾驶船只出海捕鱼不是更好吗？没一会儿，拉网的人已经增加到上百个，他们分工明确，有人在后面收网，中间是一拉网的渔民，海中还有两个人在指挥，几百米的渔网往海中一放，怕是附近的鱼都会被一网打尽，众人通力合作，终于到了收尾工作。此时一个浪头扑过来，他明显是看不下去了，想着这群人的效率太慢，自己应该出手帮帮他们。渔网露出水面，沙滩上的每个人都紧紧拉出网，然后一起使劲儿。不得不说，这渔网就是大，但收获却很可怜，没有几条大鱼，细密的网口把很多小鱼都捕捞上岸，挂在网上密密麻麻，就像是雪花一样。这么多人，就算是把鱼做成酱也不够分的，看来今天又白干了。好看是。